这个其实可以，上面这边拉过来，拉下来。脏水，希望我可以坐在上面这一边，或者是拉过来这边。我真可以这样子啦，就，但这样子又不太对呀。把脏水变成清水的话，哎，等呢，让我想想哈。好烦哦，这超烦，这超烦。我想笑，到底要怎么记才对啊？等一下，感觉怎么记都不太对啊！我记得有一个可以把脏水变成清水的。哦，这边呐、啊，这边呐、啊，这边呐、啊，将淤泥变成藻类，所以我们这边，淤泥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淤泥。这是污泥，污泥的话可以变成肥料，可以变成煤炭。煤炭的话就这一边，就给这一只吃。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养。我记得这边有两只，我们可能等下把它丢下来，有没有？我们丢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做这一个，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会吃那个污泥，然后我们就有煤炭。计划通。掉开价，我们现在就需要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家给我找一下那东西在哪里。这个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计划就是先把那个眼就弄好，然后我们就建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把这两只丢下来。OK，计划通，计划通，计划通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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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忘记它这样子会卡住哎，抱歉我忘记了，拆掉吧。我才忘记它这样子会卡住了，超惨。所以青矿可以拿污泥，污泥的话，这只吃的话，我们有煤炭，然后我们有煤炭呢，我们就可以生产那个电量。然后我们可以生产电力，有二氧化碳的话，二氧化碳我们就要放在这一边。然后呢，把二氧化碳清了过后，我们有污水的话又跑上去，就这样子一个大循环吧。就这样决定了，有没有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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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呀，氧气又不足了，真假的？嚯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一下吧，迟点吧。我们现在是等它弄好，我们就 OK 了。食物缺乏，我还在等这边，那没做好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把一个拔除掉，虽然说有点惨，拆除掉。嘿，这啊，给你吃，给你吃，没事没事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放一个门。记得好像是这样放吧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它抓住了。没记错是这样子。娜娜加油！娜娜加油，我会加油的。打开，拉过来。你好麻烦啊！要打不过来，还又跑掉了，我突然感觉好难弄哦。我觉得那个要带过来吧。只是不要放腌制食物，这样子。哦，有了。来吧，哇靠，好大劲啊！好，我觉得我们计划失败了。我觉得妈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可能要受不了我了。好，等下我弄好了一点好不好？等一下吧。
好，我现在调整好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要等这几只过来，不然我很难做事情。又有新人了，不行啊！他们都这样子，有点难。算了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把水弄好，输入嘛，然后输出嘛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青菜要这一个。OK， 我看一下，健身者、运动员、技术员，不要，我需要厨师。这没办法哦，要等他们吧，他们差不多过来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吧，这样吗？我看一下。然后我再把这一个接起来，没有啊，那边其实我可以弄到比较整齐一点，但是要等一下，就是我要等那一个虫虫过去，那虫虫不过去我做不了什么，大概就这样子。OK， 你看这个虫虫一直在那边哦，他们过去的话我就可以做事情了，有没有？让我看一下。我觉得不要吧，腐蚀对污泥不要放吧，污泥放的话不太好。污泥就丢在上面就对了。哎呦，好麻烦哦。OK， 然后在他们上面种好，可以了。我看看哦。果然，等下我想想。你给我留上去哦，不要留在那一边哦，拜托你哦。OK， 我看看哦。这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就我现在在想，它出来那个泥到底是怎样出来先？沙子不多，我觉得我沙子挺多的，怎么办？食物未冷藏 ，Why？ 等一下 ，What？ 红草不要放这里哦。丢上面来哦。红草放这里。OK， 吓到我！天哪，你们做事情做好来一点好不好啊？
小麦种子。冰原小麦种子要去哪里拿？要去冰原吧。又没看到冰原啊！那栋楼金鱼票 RIP， 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我很难过。话说你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先吧，谢谢你们。对啊，玩错了，对不起。谢谢。然后结果下面这里全部都是雾水，我的妈呀！拖吧。呀，我们这样一直拖来拖去，很难做啊，真的很难做。等等，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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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头好痛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会那么乱？拆掉，拆掉。OK， 等一下，这样子。哇靠！为什么这个还没建好啊？谢谢。OK， 等一下，这污染水有点惨。我觉得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目前。那一边啊，要把那个污染水弄掉哦，怪我们哦，怪我自己啦，好不好？我头好痛，哎。为什么会气呀？可能气有一点惨。话说污泥他们丢去哪里了啊？不是说会生产污泥吗？等一下，对啊，污泥都没拿，他们应该 OK 吧？怪了，我污泥不见了。哇，好多植物，活植物全部都要死了，气压的问题。好吧，我先这样子。怪了，他的污泥呢？难道说沙他一个沙可以用很久这样子吗？算了，被吃的话应该会有看到煤炭啊，没看到煤炭啊，哎呦，都好痛哦！我觉得我们可能过后又要重新玩过了，对啊，我头好痛啊！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啊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直播的话，记得按个追随。我们天然气都出来了，这个是旖旎，旖旎是哪一个？我看一下旖旎啊。看哦，这是金石哦，这一个哦，这个变得藻类哦，哦，了解了解啊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，然后谢谢大家收看。